上个季度我们的排名不是上去了吗？群众满意率也提高了呀。哎呦，0.24%也是提高呀。哎呀，我的局长啊，您不是不知道咱们八里河是什么个情况啊？要人没人嘛。局长啊，这个事儿我还正要跟你说呢，啊，有你这么照顾的吗？哎，一共就来四个人，袍子一个是高材生，戴帽下来的，镀了金你还要要回去；另外一个是烈士之后，全所上上下下都要照顾他，还就剩俩了啊！你还搭一个，呦，哎呀，我的局长呀，哎，你分配的是人不是货，还有个搭头。哎呦呦呦呦，你别蒙我，我都了解过了。他呢是垫底考进来的，在警校的时候受过处分，集训的时候呢又被点过几次名。如果不是这个年轻警力缺乏，您会让他入职吗？哎呀，我的局长啊，这个培养人才呢也是需要时间的嘛。要不这样啊，你看隔壁十里河派出所年年排名都是前十啊，那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嘛。咱们要不这个人员对调一下，优化一下资源配置吧。实在不行我二换一，你把那个分给他们的那个警校优秀毕业生呢给我换过来。哎呦呀呀呀呀呀呀，哎呦，局长啊，您算是拿着我的七寸了。行了，这个搭头呢我收了。哎，我们肯定要给他们搞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的嘛，9点开始。什么？你也来？哦，我是说还剩半个小时了。行，那就咱们9点见。哎，9点见。好。哎呀，我的娘哎，你这是给我，你是给我搞突然袭击呢，还是给我施加压力呢？哎，小恩。你把所有的绿植啊全部搬到台子上来啊。好。哎呦，大刘啊大刘啊，你这画眉毛呢，你知道好好擦啊，擦干净了啊。多嗯，小李，你里边擦，都手还有印子呢啊。哎，对对，你帮小安把所有的绿植都搬出来啊。好的，收着。哎，好，大家伙注意了啊，宋局长马上就要来了，来参加新人的欢迎仪式，不能稀里马虎吊儿郎当的。你们要把这里打扫的这个像个新出炉的一样，让这些新人们一到这里就爱上我们这里，就舍不得离开了，好不好？所长，你放心吧，我在这儿盯着呢。那行啊。哎，对了对，接警大厅。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好。新成，你们几个干什么去？想二了，这都蹲守一天一宿了都。不行啊，那个宋局长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，还要参加我们的欢迎仪式。你们几个人呢换了衣服以后，参加完欢迎仪式以后再走。至于吗，所长？我这一宿都没睡都。哎呀，当然至于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不是我啊，凭着我这张老脸软磨硬泡的能一下来四个。所长，哎，我们入职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搞这么大阵势呢？你提的是哪年的老黄历了啊？你想想，一下来四个新人啊，八里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呀。进再多干活还不需要靠我们。呦，你又来了。哎，真正需要的时候你这个肚子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这就嫌弃咱们了，你看。新娘，你真别走，那个新来的新人呢你也挑挑啊，挑个徒弟嘛。徒弟？嗯，你可别折腾我了，所长。什么折腾？我跟你说呀，不，你赶紧换衣服，我找志杰还有事儿呢。赶紧，所长，赶紧去。所长，还在看那个偷尿不湿的视频，我这都看了一夜了。哎呀，这个尿不湿也偷啊，这都什么事儿？行，你抓紧忙吧，啊。好嘞。什么孩子啊，三观不正，想过好日子不得靠自己的双手来努力吗？
过了。你以为有钱好啊？啊？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？你错了，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好好好，嘿嘿，小孩听到人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你头发飘呢。哎，我说你对孩子轻点，你啊，你总那么使劲干嘛？哎，我说你好好哄哄，行不行啊？他太吵着了，吵死了。你想哄他呀？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你到底是不是孩子奶奶呀？你哄吧，好好哄，别哄。哎，小哄个轻点。我俩哄哄。孩子奶奶呀，孩子还是人贩子吧？看着就不像他自己孩子。你看他捂孩子嘴，哪有这样的奶奶呀？就是，你怎么捂孩子嘴啊？那也假的，他不会好好哄哄。来，让说行了，你干嘛？你那是假的，来了来了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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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是警察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来处理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就是警察，您不用慌，您把情况说清楚就行啊。别瞎扯。那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您跟这孩子的关系吗？那没，那有啊，那没带着呢。那您身份证带了吗？那没带。那您看孩子哭这么厉害，是不是饿了？您喂点奶。那有证。不是，孩子哭这么厉害，是不是饿了？您喂点奶。那没带奶，那瞎扯呢。那反正不是孩子他奶奶。这肯定是人贩子，肯定是假的。大爷，让警察师傅来处理吧。金师傅，你开下门，我带他们下去等警车吧。啊，好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来处理。我现在下车带他，等警车过来，你们照常上班，好吧？警察同志，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我是见习警察，我没证。没证？警察怎么没证了？是谁呢？你是同伙吧？你不是假警察吗？我真是警察，我真的是警察，我真的是警察。这纸壳怎么还没收掉啊？赶紧收了，赶紧收了。小豆儿，擦仔细一点，快一点干。赵大人，这谁啊？我们又外聘临时工了吗？没有，新来报道的赵继伟。哎，小伙子人不错啊，眼里有活儿。小伙子，过来过来。小赵，过来，过来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王守一所长。报告所长，见习警员赵继伟向您报道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首长，磨磨唧唧的。所长，欢迎。所长，哎，看看谁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这是谁呀？啊，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吧？走到大街上都不敢认了。嗯，哎呀。所长，我是来报道的见习警员夏杰。见习警员夏杰同志，欢迎你。欢迎欢迎。今天早上你妈呀给我们打电话，说要好好好好的关照你。还用着他打电话吗？他不打电话，我们也会好好的关照你的呀。谢谢所长，陈所，夏大员。谢什么谢呀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啊，以后呢，你就跟着陈所，他就是你师父了，好吧？嗯。当初你父亲是我师父，现在我当他师父，也算是血脉相承。哎，你带着他先上去转一转去。好的，好的。一会儿宋局呢要参加新人的这个欢迎仪式，好吧？好，上去。去吧。报告程总，我是见习警员赵继伟，学刑人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好啊，小伙子不错啊，真的，好好干。哎，小姐，我先带你转转。要不我也一起打扫院子吧？哎呀，让你上去，你上去吧，快去。去吧，去吧，先看看，好吧。赶紧忙吧。啊，干活干活，大家手里的活抓紧点。还有两个家伙，怎么到现在不到呢？这边。
八里河派出所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啊？哎呦，所长，干什么？这不布置主席台吗？什么主席台呀？就是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，没有人讲话，不要搞这种形式主义嘛！还拿着音箱了，回去，好好，那走。哎，行程，干什么去？八里河公交站怀疑有人贩子。人贩子？嗯。早高峰有人贩子。哎呀，群众报的110，我先去看看情况吧。那行，来，能就地处理就地处理，能不往回带不往回带啊？好吧，辛苦去了，哎，那行，去吧。什么情况啊？这第一天上班就无组织无纪律性的。跟您说了我是警察，您还不信？赶紧发车吧，人上班都迟到了。没事的。警察同志，一定要把你们帮子给逮进去。你就是李大为，哥，您知道我？谁是你哥呀？哦，八里河派出所见习警员李大为向您报道。您说我跟咱们所多有缘呀？第一天上班就能坐着警车去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能耐是吗？对啊，这第一天就抓个嫌疑人，还行吧？你不太热情。哎，你好，姐。赵队员，赵队员。啊，怎么了？那个，你赶紧帮我找找。找什么？局长马上到了啊，还有两个新人没来报道呢。这怎么办？哪两个人？去哪儿找？你那个，对，他局里面那个报道手册上肯定有他那个联系方式，打他们电话啊。对。哎。一个叫李大为，一个叫杨树啊。知道了，所长。哎，所长。哎呀，这边。啊，怎么？你说，徐家那男孩不是要放出来了吗？啊，程所怕乔家人又来闹，两拨人再撞上。你先绷着，等到这个欢迎仪式结束了以后呢，再把他那个，等局长走了以后再说。好嘞。哎，等。咱们也不能老是这个回避啊，总归要面对的嘛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对不对？他们双方肯定要站在一起啊，当面这个调解嘛。小丁啊，去把人放了啊，出了问题以后，我们再调解，明白吗？啊，明白了，所长。嗯。所长，啊，你找到了？呀。哎，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？那个通知里边没有个人的联络方式啊！哎呀，车长，怎么办？局里的车已经来了。对，就是这俩人没到呢。来了，来，迎接。哎呀，送你的。哎，咱下车吧。啊，下来。哎呀，送你。送你。欢迎回家哦。我顺路把杨树给你们带过来了啊。北大法学硕士，我们局能抢来他可是不容易啊！啊，王所长，别再说我不照顾八里河了啊！人才我交给你了。哎呦，北大的，哎，你不照顾八里河，谁照顾八里河？你是从八里河出去的呀？哎呀，不是，呀呀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到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来。所长你好，不是博士，是硕士。不管是。博士还是硕士，那都是事嘛，那都是人才。你看看，一表人才呀、啊。哎，对了，局长，人到齐了，开始啊。不是，我觉得，要不再等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还缺一个人。谁呀？就你，你给那个大头。大头。那该怎么办？等着，还是开始？那我开始。组长。啊。我先去了。怎么了？人带回来了，应该是误会了。什么？哎呀，你瞧瞧。哥，见习警员李大为。谁是你哥？瞎叫什么？这是所长。下来。干什么呢？这是。哎，今天赶紧啊，你把那个人带到那个调解室去。行。马上参加那欢迎仪式啊！抓紧。报告所长，见习警员李大为。
您就是李大为啊？你还知道来呀、啊？我这不是路上。所长，这案子我参与了，我要不要跟一下？你给我闭嘴！什么事情等到那个参加男欢迎仪式以后再说。分局的宋局都来了，参加你这新人的欢迎仪式，你给我好好表现啊！啊！局长，你看这新人真不错呀！你看这报道的路上，他发现了个嫌疑人，你看没有？人才呀！局长，入列吧。开始吧，咱好。全都要，热，向前进，向前看。报告局长，八里河派出所全员到齐，请局长指示。李大为、赵继伟、杨树、夏杰。小杰，你爸爸出事儿的时候，你也就才这么高吧？还是我亲自把你从学校接到医院的，一眨眼都十年了。啊，来，你们有一些后来的人啊，可能不太清楚，夏杰是八里河派出所前所长夏俊雄的女儿。十年以前，我还是这个所里的一名普通的警察，在一次出警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，一个歹徒拿着刀向我就扑了过来，我躲闪不及，但是夏俊雄同志冲上前去替我挡下了这一刀，我活下来了。夏俊雄同志，局长，咱们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咱们就不说这个了哈。哎，宋局，向你保证，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上上下下一定都会保护好夏杰同志的，要让他在老所长战斗过的地方茁壮成长。有你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归队。同志们，用热烈的掌声。请宋局同志为我们讲话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年轻警力不足，一直是我们局的心头痛。王所长，到。从前您是我师父，现在您是所长。这四个年轻人，我交给您了。一定培养好他们。好，交给我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接下来就说重点。第二季度的排名马上就要下来了，你们所群众满意率第二季度不低啊，93.4%。全市163个派出所，你们排144名。我知道你们八里河一定有100条理由在等着我，啊，什么人员构成复杂，社会经济活动活跃，啊，有什么啊城郊结合部，还点头。群众满意率不接受解释，上不去就是上不去。有件事不用我说，你们也都清楚，啊，你们的老所长王守一同志今年已经54岁了，明年就要退居二线了。你们就忍心啊，他带着排名倒数的业绩就这么退下去了？谁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啊，这事你知道呀？啊？就乔家那事儿。不是那个乔家女儿跟那个徐家的男孩不是谈恋爱吗？两人谈崩了以后就要分手了。
完了，这个乔家女儿就一直闹自杀、自杀、自杀的。这个男孩刚开始以为是真的呢，后来啊，他自杀是假的，嗯，就跟他提出分手了。没想到这乔家女儿啊，还真自杀了。这乔家人不愿意了，一定要求这个杀人偿命啊。对，我这个事儿我不是请示过你了吗？嗯，你说该拘就拘，那我就拘了呀。但是没给批，那不批我也没法拘了，我只能放人了。那你就让他们就这么闹啊？我不让他们闹怎么办呢？拘我不能拘，我劝也没用啊。尤其这乔家人啊，那天天在网上告呀，说我们派出所这人什么徇私枉法啊，草菅人命啊。哎呀，那个12345都让他们打爆了。这乔家人啊，就是因为他们告的，我们这个满意度啊扣了2分。如果有这2分，我们肯定进全市百强了。所长，所长，所长啊，你这回真打起来了，看样子一会儿要砸东西。打起来了，你这兴高采烈的，把这嘴合上。他长了个笑脸儿。那个陈所，你来陪一下局长。现在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小军，给我走。宋军，那先去办公室坐会儿，喝点水。我女儿被这个坏娘给害死的，如果不是女儿，天子不救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先让你老坐下。冷静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别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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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叫人啊，叫人去。听我讲，你们家里死了姑娘呢，我们也理解，但是，啊，徐德明，他的行为不构成违法，不构成犯罪，批评教育我们也进行了啊，经济赔偿你们也不要，那你还要我们警察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还这么闹啊？哎呀，什么罚不罚的，他见死不救，他就是杀人，他一天活着，我就让他一天活得不自在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个徐德明他见死不救。他不构成犯罪，不构成违法，但是你殴打他人，故意伤害，你还妨碍公务，你再这样，我就处理你。我女儿死了，我打死他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住手！干什么你？轻一点！太不听话了！全给我拘了！控制住！局长。别去！哎，我们能调解，啊？你就这么干所长的？我还能怎么干呢？你看这种事是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嘛。我们该做的都做了。局长，你在局里待的太久了，忘了八里河的民情了。师傅，我还叫您一声师傅。您心里盘算什么？我清楚得很。哎，我盘算什么了？难不成你怪我没有制止他们，让他们胡来了？不是这样的事儿吗？我的局长呀，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时代了？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啊，人人自媒体。他们警察出勤的时候，是吧？人人拿着个手机，360度无死角那么监控着呢。一不小心就搞出个舆情来了，对吧？你看这家，一个死了。另外一个呢，你叫什么词来着？哦，社死，社会性死亡，亡了。我们要用武力的话，那一不小心在网上搞成那个轩然大波了都。师傅，嗯，您跟我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吗？啊？我，你编排这一出让我看什么意思呀？是怎么要告诉我你们这儿群众满意率就是因为这个才这么低的？哎呦，还是因为什么？要告诉我你们工作多难做，警力多不足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局长啊，我给你编排这个干什么的？这刚好这个事情赶到这儿了。什么赶到这儿的呀？那小子是不是你刚放出来的？啊？不是我。你要晚点放，要么你放的时候让他走后门，我能碰上这茬吗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个事儿也怪我，我今天光想着迎接新人的事儿了，把他这个事儿给忘了。行了吧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啊，苦肉计不一向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哎呦，是不是苦肉计呢？你还让我演哪一出啊你？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
四个新人我已经交给你了，嗯，以后不要再拿什么警力不足的事儿当挡箭牌了，行吗？好。退休之前，一定把群众满意度弄上去。对，弄上去。下次呢，争取进百强。多少？百强？一共一百来个派出所，您的雄心壮志是进百强，师傅。你要不打算进步，我把这四个人带回去。哎，别，人钱千万别给我带走，我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一定努力。你别光嘴上努力啊！啊，你能不能把枫桥精神发扬一下啊？健全工作机制，加强学习培训，枫桥精神落实到一点一滴，落实到工作中去，行不行，师傅？行，局长，你放一万个心啊！我走了，你。哎，对了，局长，怎么了？你带来那个这个北大那个高材生到底什么来路啊？你给我交个底儿。不是说了吗？顺路。真的顺路啊？哎呀，那行，你注意身体啊。好。怎么确认了，老太太不是人贩子。哎呦，那不好事吗？赶紧把那个老太太给放了。不行啊，老太太儿子又闹上门来了。啊？哈。小哥，听说你今天抓那个是个人贩子，这还没上班就立功了。现在啊，还是嫌疑人，还没查出来呢。你能跟我讲讲吗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公交车上啊撞见个人贩子，被我给识破了，我就顺便给抓回来了。厉害了，小哥！严格执法，这话说的对啊。这种人啊就应该拘，晚拘不如早拘。拘了又能怎么样呢？根本矛盾还是没有化解。那也不能和稀泥啊，警察就活该被欺负啊。和稀泥没什么不对的，警察本来就是要化解矛盾，而不是激化矛盾。是。那现在呢？是不是矛盾也激化了，人也拘了？怪不得144名。要我说呀，这水平就应该垫底。干嘛？您说话很有水平嘛？啊？要不你到我这个所长的位置上来坐坐。所长。我的意思是，垫底了，咱们才能破釜沉舟，才能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。我还没骂你个臭小子呢，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抓个人贩子还被人家当真贩子给抓了，还抓错人了。抓错人了？那老奶奶是真奶奶？不可能吧？人家家属都找上门来了，找你算账呢。你去，到这个调解室去，给人家道歉去。还把你弄呢！这咋回事？是，什么都能够理解。哎，走吧，来走，继续、啊。对不住啊，陈先生，你看情况呢，我们也都了解了，的确就是一个误会。你看，还让大妈受惊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不过接到这个群众的报警啊，那我们就必须得按照程序办事儿。误会？你们凭什么误会？啊，满大街带孩子的老人，你们不怀疑，只怀疑我妈？你们怀疑我妈的依据是什么？就因为她穿着破烂是吗？不。哎，你们警察抓人是靠势利眼是吗？沈先生，你看您这说的就是气话了。我们警察办案子，从来都不会按照这个当事人的衣着、长相来做出判断的。这点你可以放心哦。那孩子哭闹就是被人拐了是吗？满大街的孩子哭闹，那满大街都是人贩子吗？这位先生，这位大哥，我先给您道个歉啊，确实是误会了。但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容易让人误解。您说您的孩子在公交车上哭闹，这老人家不仅没哄，反而吓唬孩子。什么叫吓唬孩子呀？小哥，你走，别吓着。臭脸。臭脸，是，别臭脸。我妈不会说普通话，所以笨了一点。
他说话就这样，啊，难道不够温柔就是吓唬孩子吗？是是是，我明白您说的，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别的意思呀，我就是想跟老人家确认一下他的身份和孩子的关系。结果您母亲第一没带身份证，也没带任何能证明跟孩子关系的东西，甚至连你不要强夺理了，你去别坐了，瞅瞅亮，哎呀，你看，把我妈吓的，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容易心慌。大师啊，那警察也是好意啊。什么好意？哦，那遇到人贩子了，都置身事外，都不管，都不理。那以后孩子真的遇到人贩子了，那怎么办呀？这我想想，我腿都软了。大伟，快快，李大伟，赶紧谢谢人民群众的理解啊！快快快，哎呀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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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理解，谢谢。回家，回家吧。回家。这就完了？可不是就完了吗？那你说你就不应该让妈把孩子给带出来？哎，慢点，本来就是你的问题。是是是，东西都大妈，谢谢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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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多谢啊，多谢，多谢。来，大伟，大伟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出警了，部长。部长，部长，部长。解决。笑什么笑？你还好意思笑你？让你去安抚家属，安抚家属啊？你激化矛盾去了你？你幸亏是碰到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家属啊，没有投诉你啊。你上班第一天没给所里面增光添彩。净给我惹事儿了。可是所长，这不都解决了吗？解决什么了？解决了。李大为，还没正式介绍呢。我是教导员叶伟。教导员好，见习警员李大为。哎呀，以后啊，陆海长，你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。大叔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我们所里的条件比较简陋，这个你这个有什么需要就干。尽量跟我们提好不好？啊，那所长是不是学川剧的？学变脸变得真快。啊，这不忘了介绍一下，这个教导员叶伟。教导员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说啊。所长，教导员，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客气，不用管我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这是什么话？当然要管你。对，一定会照顾好的啊。有什么？所长，啊，我那个监控量实在是太大了，能不能？找个人帮我一块看一下。嗯，你们那个卫生都打扫完了？报告，打扫完了。啊，现在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你们谁愿意去？我愿意。好，就你了。那个介绍一下啊，老警官张志杰，抓这个社区工作的。你呢就跟着这个志杰同志呢就去查看一下监控。这个小区居民啊反映老是丢这个尿不湿，要求我们彻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志杰啊搜集了500个小时的这个监控录像，你去陪着他，找一找。嗯，看监控。长尿不湿啊！哎呦，你这是，你笑什么呀？您去吧。好，来来，跟我走。小郑，这边来，来这边。哎呀，新城，你又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谁跟你说的呢？多少？哎，不是，你不今天休息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刚到家，这不有消息吗？回来召集人骂来了。那个杀人犯？线人说了，刚回来，在家呢。那好。多带几个人手啊！哎，哎，所长，我能去吗？哟，这新来的这个，对，新来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高潮，咱们主抓这个刑侦的副所长。高总好，见习警员李大为。高总好，见习警员夏杰。高总好，见习警员杨树。哎，年轻人啊，他图个新鲜。你看人家都主动请缨了，这样，所长，我带他去锻炼锻炼去。他，
那给你一个戴罪立功。哎，新城新城新城，来，你带几个人啊？你跟着高爽一块去吧啊！别，所长，这陈哥应该是刚下一日班吧？算了吧，所长，我这伸手去不是添乱吗？而且这两天我这脖子都拧了，别！你不是那个李大飞，你能不能去，你就看这个陈警官愿不愿意带上你了。陈警官，我身手好啊，我还会按摩呢。所长，我也想去。你所长，我能去吗？大学生可是局里的宝贝，不能往前线送。你少给我添乱啊！这次任务呢，还是比较危险的，所以说你们俩就别去了啊。司长，正是因为危险，我才更应该跟着见识见识。我是来锻炼的，不是来镀金的。所长，我也不怕危险。你们俩有这个心啊，挺好，挺好。好，杨树，你去。哎，告诉我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杨树，北大的博士啊。那可是咱们局里的宝贝啊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危险的地方让他们站在后面，保护好他啊！放心，放心，所长放心，我在呢，我护着宝贝，我自己能保护自己。所长，那我呢？你那个是这样，我带他俩去领装备。好，好，妻子，你们换便服啊。哎，所长，夏杰其实你去不去啊？你不去的话，你就算了，留在这儿。哎，去去去去，话多得很啊！你注意安全啊！司长，哎，怎么了？您让我也去吧。哎呀，小杰，你就不要去了，好不好啊？司长，我也是警察。你这个女孩子呀。那你总不能一有危险就让我躲后面吧？我，那我让。哎呀，你看啊，小杰，这个以后呢，抓坏人的机会呢，多得很。是不是？今天第一天上班嘛，你就不要让你妈担心了。一会儿早点回去休息啊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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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所长，哎呦，你吓死我啊你！不是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带那个搭档啊？你想多了。我什么想多了？你肯定是蒙我。我蒙你，我蒙得了你吗？好好，你别想了别想了，你赶紧去，快去忙上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吧，去去去去去。快走了，快走了！照顾好新人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！你们俩记着啊，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你们的执法仪和手铐，尤其是大批量抓人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武器装备。别说其他武器了，就一个小小的手铐丢了，虽然不贵，但是都是有编号的，丢了就是雷，知道了吗？明白明白。哎，来让一下啊。哎，你先来，你先。都有吗？都有了吗？还有啊。抓捕现场要绝对听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啊，时刻警惕，注意安全。我只强调一遍啊，都给我记住了，注意安全，记住啊。是。高所的话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啊，安全是第一位的，记住没？记住了啊，记住了。签在这儿。喂，妈，有事儿吗？我上班呢。小杰，王守一他们有没有特别关照你啊？妈，你今天一天给多少人打电话了？怎么了？是有人说什么了吗？没人说什么，也不用说什么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。小杰，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？妈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给所里的人打电话了？这才上班第一天，人家就都觉得我是异类了。异类，异类不好吗？就让他们特殊照顾你。妈，好了，
小杰，你今天早点回来吧，妈妈想吃海鲜了，你回来带几只新鲜的鲍鱼回来。我尽量吧。什么尽量不尽量的，他们要是敢让你加班，我就给王守义打电话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妈，你怎么？咱们要抓的这个嫌疑人叫丁大用，他身上背了两条人命，是部里通缉的 A 级通缉犯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行动。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就在前面了，快点，上人了，上人了，警察，警察，上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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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人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我是报了，上人，报了，报队，对，警车。